来搬家熊猫了。这个妈妈，这个我生了四只，可以说我是这只猫的大恩人。它前两窝生的孩子，每一窝都生在了通风井的旁边，每一窝都有只掉进通风井，都是我给它捞上来的。当时生完之后，都把它抓了，带到医院去绝育，一看又怀孕了，又给放了回来，然后生下了这个第三窝。这次它学聪明了，把这窝生在了远离通风井的绿化带里面。算起来，小猫已经有两个月了。小猫在绿化带里，我们先下了笼子，怕猫捣乱，直接给它开了一个罐头。笼子放上不到一分钟，就一个小猫进笼子，很轻松的抓到一只小橘子。我刚想去拿笼子，又出来一只长毛小橘子，也想去吃笼子里面的罐头，看来下一个就能抓到它。于是我先把笼子提过来，我本想用手把小橘子从笼子里面拿出来，但是看它这个块头和这个气势，我还不一定能打得过它，所以采用最安全的办法，先把它转移进袋子里面，然后再转移进好红箱。这是一只小橘子，被抓得很轻松，所以给它取名叫很轻松。刚才那只想吃罐头的长毛橘子一直在外面找吃的，大橘不愧是大橘，脑子里面除了吃的可能还是吃的。笼子一放上，长毛橘子眼睛里面只有罐头，直接冲进笼子里面。就在长毛橘白踩下笼子的时候，一只三花冲了出来，圣哥超级网兜就摸了过去，然后又出来了一只小橘子，对圣哥的军心产生了动摇。他动摇的是扣左边的小三花还是右边的小橘子。圣哥来了一年了，还没有怎么抓过猫，我对他信心也不是太大，没想到圣哥一网下去准确的扣中了小三花。于是我们把小三花转移进了好红箱，小三花的鼻子上有个小黑点，所以就给他取名叫鼻子上有个小黑点。然后再把笼子里面的长毛橘白转移进袋子，我看猫妈妈性格这么好，教育出来的孩子应该有猫德，想试一试小猫们的猫德，试之前戴上手套，真要揍我也能抵挡一下。果然好猫啊，能教育出来的好孩子，小猫果然有猫的，看着个很大，但其实并不凶。刚才白让他们几个吓了半天，所以给他取名叫并不凶。我爸并不凶扔进航空箱，和我配合的是徐飞。这家伙由于太紧张，笼子门没有关上，幸亏两只小猫没有反应过来，不然至少能跑出一个。现在还有最后一只，也是一只长毛小橘白，它明显比较有脑子，只围着笼子转来转去，从各个角度抠罐头吃，就是不进去。于是我又派出圣哥，让他去和长毛橘单挑。长毛橘看有人靠近就躲到绿化带里面，人离开他就出来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和猫妈妈商量，只要他帮我搞定最后一个孩子，除了一个孩子可以换一个猫条，他能得到四个猫条之外，还可以再加上两个罐头。猫妈妈一下就行动了，答应帮我，但是条件是现在就得开一个罐头。我现在也处于很弱势地位，所以又给他开了一个罐头。然后我让圣哥拿着网兜埋伏在旁边。猫二回头不知道给他孩子说了什么，长毛橘安心的过来吃罐头。圣哥一网下去，不光扣上小橘，还误扣了猫妈妈。圣哥已经完成了今天的两连扣。自从圣哥开始减肥后，明显是灵活了不少，手速就是连扣两只猫。在我院，不光猫猫可以吃猪，人也可以，只要入职满半年，人均胖20斤。圣哥自从入职到现在，不到一年胖了30斤。超出同期人均均胖达10斤，体重更是飙升到了0.1吨。圣哥飙升的体重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作，简直成了他的职业危机。例如去通风井揪猫，以圣哥的宽度，通风井钻不进去。上次帮小陈去楼道里面抓猫，从后面拍过去，只能拍到一个大腚，完全阻挡了全部的竞赛镜头。圣哥因为体重差点丢了工作，于是开始减肥，并带动小曹、小聪和韩老师一起运动。而且平时不敢吃高热量的东西，只吃几片菜叶子，我都有点担心他们营养跟不上。不过小曹给他们推荐了小鲜鱼清鲜牛奶，原汁原味的牛乳，口感纯正，更好喝。小鲜鱼清鲜牛奶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，125毫克原生高钙，虽然营养高，口感好，但卡路里却减少了30%。并且小鲜鱼还联合他基金发起救助流浪猫安家公益活动，每售一瓶小鲜鱼就要捐出一份公益金，助力小流浪们找到家，这样让小桃他们喝起来更加没有负担了。健身减肥后的圣哥有了不错的表现，在这次的搬家行动中明显身手灵活，气量更许多，身体变得轻盈的圣哥自告奋勇带队去救通风井里面的一只橘猫，身轻如燕的圣哥非常的自信。就在救的时候，圣哥和韩老师感觉后面有东西在啃他们的屁股，回头一看是一只小黑狗。小黑狗长得有点潦草，不像是精心照顾的那一种。有人说这只小狗在小区里面流浪了好几天了。圣哥在前面救猫，小黑狗就在后面咬他们的屁股。当时圣哥非常专注，没有被狗打扰，成功的把困在通风井里的大橘救了上来，用实力证明了他的能力，保住了工作岗位。而这次圣哥更像一颗冉冉升起的猫德星星，一场拿下了两只小猫，非常的有出息。所以就给这长毛小橘子取名叫有出息。而猫妈妈也是心甘情愿的跟我回去，被装进了麻袋。到了公司后，我不光支付了猫妈妈4根猫条，还大方的送她一份豪华雪套餐。至于那条狗，当时圣哥问我要不要带回来，我一看价格很是心动，马尔济斯7000-8000一条，这种情况肯定是跑丢的。好在球人在幼主群里发了消息，当天就找到他的主人。